裁判。不是，聪聪，你刚刚就一直在跟我讲说，他还蛮期待看这场比赛，看看赛夫在比赛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样让大家跌破眼镜的做法。惊人之举，对，惊人之举。接着我们就期待本场次的比赛。庄智渊目前在小组赛当中呢，所以对于刚刚这个接发球的处理，他自己也很不满意啊。是，这大声的咒骂了自己一声啊。但是欧洲选手他们本来接发球，他们小球就比较差，嗯，他们强是强在他们像这种球，嗯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球很强，真的很强啊。他们要转圈了吗？啊，他们要转圈了啊！差一点点，几乎都已经布局成功了。对，刚刚这个球如果再进的话，真的就要转圈了哦。对，开个小门，你说开个小门，等下方便我一点。我不要用跳的，对，我等下绕过去就好了。对，我现在相信啊，我现在相信赛夫会把高雄小巨蛋搞成他的主场。对。这个副审，副审不领情的。赛夫说：“哎，麻烦你坐回去好不好？”他要就把门打开。没有，这个动作说，先让我适应一下。待会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知道怎么跳。试跳，试跳。还有啊，当中的低低一点点，对，发球触网，小球，小球，哦，出界，三度掉那个庄智渊到网前呢，自强是，所以他也很希望大家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没错。小球，假动作啊！赛夫气力放尽，哦，庄智渊拿下了局点，但是。削球，削球，啊！他说：“你怎么不发力？”对啊，
怎么打得这么软？你打强一点呗。庄正元说：“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没有符合你的要求。”真的要取悦观众哦，还要能够打球，真的不容易。但庄真元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像赛夫那么熟练了。对，转看吗？他说：“换一位，换一位，换一个。”不要动他，你不要动他。副审也不管了。对，副审会因为赛夫呢而被大家也知道了。对，是啊。左手，还有啊，没有转回来，4-1。童子拜观音的对。啊！有这一招。我换个桌。那个副审走到哪里去了？别抬，别抬。他在桌后面打，越打越醉。Power Power， 庄智渊 Power。啊！哇，真的是很有趣的一局啊！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在桌球的比赛？结果他的分数已经被赛夫悄悄的翻了好几分了。对，打的时候就是一边抽一边翻牌嘛。对。OK OK。Wait a minute。其实副审他自己都不知道被翻了。对对对。因为他刚刚是为了躲球，没有在那个地方，视线根本不知道。转弯啊！现在分数，突然之间好像分数已经不重要了，大家一阵雾水。说 ，sorry， 啥？都没有放着，万一他怎样就怎样，几乎是零角度了吧？
哦。马上去发下一个球。No, no, no, stop. 张轩说没有同意你暂停。谢谢。跳跳跳右。跳跳右。哦！再不还想去救那个谁？多球可以这样打，哇，太有趣了！这真的就是赛夫哦，我觉得。差一点也就成功了，真的差点就成功了，十比十。叫做干扰对手击球，是吧？是。闯祸了，哥！
不过我觉得赞助商会很开心，因为这个时候的焦点会在那个看板上面，对不对？打招呼转过来了，转过来了，啊，还有啊，差一点点，哇哦，好的，终于是产生结果了，不过在